我是寒假男孩子，我和萌叔江毅。今年过年你收到了多少压岁钱呢？萌叔叔给我压岁钱。叔叔可是没有压岁钱的哟，要叫别的。压岁钱收到口袋里面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交给妈妈，还有一个就是把它好好存起来。今天是奇葩存钱罐大赏。对了，你们如果收到压岁钱有的多的话，记得给萌叔投个币哦，投币是老天爷给你的压岁钱。这些都是阿爸爸收拾的，我还一个都没有看呢。先上一个猛的吧。今年过年恰逢情人节，在这个百年一遇的日子里面，送你一个亲嘴存钱罐。看到这个图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生气了，我想知道他是存了钱之后会亲嘴呢，还是他一直都在亲嘴。存了钱之后他们就会给你表演亲嘴啊！你看看爱情多么不纯粹。你们所谓金针不语的爱情原来都是为了钱啊！我瞧不起你们的爱情，赶快分了吧。你对他们好一点，他们是一对金童玉女。但是你这份爱情可以播吗？两个穿裙子的爱。他们俩的手臂，他们俩就是这样。这个图案能播吗？而且你这两个娃娃没有再好看的，真的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确实很有夫妻相。大家记得投币哦，看表演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哇，好恶心啊！你拿到这个存钱罐，给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一，你没钱；二，你没爱情。别人在咚，你呢？你在那边投币看表演。说实话，有这个钱，我不如我给萌叔投币了。这什么好看的？拿开！你们给我投币，也能收获我给你的吻呢。嗯，投了吗？哎，先吻再说。第二个，哎呀，还要装电池呢，好厉害啊！高科技好不好？开玩笑。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过年不给男人猛尿。怎么样？这个？哎，你把刚那对娃娃拿过来。别人在谈恋爱，这是我。今天又有什么瓜可以吃呢？你知道有一个墙壁吗？你把手伸进去，如果你说了谎，它就会咬你。所以你现在需要我干嘛？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。哎呦呀！啊！你又没有真心话，你这也太恶心了吧！啊！你不干这个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！你说真心话，它就不会咬你。来说一句你对大家的爱。我真的很希望你们给我一键三连。哎，这个不能说。很真诚啊，这个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天打雷劈，真的真话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干嘛？会把小指头咬掉的。哎，真的呀！你看，真心话给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？把地投进去，它又会把它吃掉。这个就是三个词：讨厌、恶心、呸。真的好恶心啊！这就是资本家丑恶的嘴脸，为了要骗你们的钱，千万不要相信，好不好？那你想要大家的币吗？我多丑恶啊！下一个五点怪，这个就可爱很多了。对啊，千与千寻。哎呦，这个五点怪怎么了？好像不是很可爱。无脸男啊，无脸男，对不起，无脸男，我都是叫无脸怪。无脸男存钱罐，那我该不会是神隐少女吧？快在我后面打闪灯。这个的主题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钱不够，快。你开了吗？开了呀。下面我正面看不到他的血盆大嘴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看啊。还不错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鬼不是很聪明，主要是你钱太少了，你多放几个就好了，真的。你试试看。不要买这个东西啊，操作不良。吃，给钱还不吃？钱怎么拿出来？你看，哎，真的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。每次拿到存钱罐，第一个关心的事情是怎么把钱拿出来。来，下一个，这个非常适合你。我其实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给我的捐款箱。如何才能给萌萌捐款呢？如何呢？来，记得一键三连。那这个钱怎么拿出来呢？哎，问得好。你是封死
死了。它的全名叫不锈钢封死存钱罐，就是专门存脑部本的。你把你的银行卡放进去，我来教你怎么打开。我会挂失。我看到买家秀的，大家都是在家里拿锤子把这个锤烂了，然后把这个拿出来。要打开这个存钱罐，可能只有绿巨人了，祝你好运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们对我的每一份爱，我都会把它保护好，不让任何人来掠夺，不和任何人分享，这辈子都不打开它，这是我一辈子的珍藏。精彩！不锈钢有啥用啊？什么样的人会买这种东西啊？蒙钱一片，我就是一个撒币少年。直男的看了，再给你看一个可爱的小狗存钱罐，就是把钱放他的狗盆里面，他就会舔吧舔吧把舔进去。来，投喂。你们猜黄狗和白狗谁会赢？哎呀，小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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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宕机了。你没吃咋这样？小白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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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白跟我们家 Lucky 有什么区别？非常的可爱，我很喜欢。小白，你真的不行吗？哦，小白只是不喜欢那个竞争的环境。好像你啊，一个呆头狗。我跟你讲，钱在我的面前不可能的。来来来，我来模仿大家，给萌叔一键三连。多么用力啊！你的每一份投币我都会收藏。来，下一个。哇，还有 Pro 版，这个就是竞争款 PK 咯。看，小白和小黄在这一局里面谁会赢？刷一波弹幕。那我猜小黄，我猜小白。输了的人怎么办？输了的人学狗叫。再来一局。哇，你放的不对，往小黄那放。哇哇哇，小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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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真是。哎，我已经让了你一点，我往小黄那放了很多嘞。五局三胜，放你。你看小白有没有我的风范。你出个题。我出个题啊，正在求偶中的小白，但是被另外一只狗拒绝了。来来来来啊！谁先急表演啊？我就是演员，请开始你的表演 ，Action！ 给你 S 卡，为你亮灯。今年春晚没有你，我不看。有没有鬼畜区的同学啊？把刚刚那段鬼畜演出来。最后一个，足球运动员存钱罐，这球你觉得他会进吗？你觉得他会进吗？我对国足有信心，你呢？我对你没有信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实况转播，再换一个角度。哎呀，快走了！当当当！哇耶！重点是哦，他成功了之后，还手还举起来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收过一块钱的红包了。好，今天的奇葩存钱罐大赏就是这样。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？你对哪个最有印象？好好说。我最喜欢那个不锈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写着我的心愿。希望大家满足我的心愿，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好吗？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多多发财，爱你们呀，啵。